非常的，今天看到很多师弟师妹，也有大学城其他学校的师弟师妹们、朋友们、老朋友们，非常的高兴。那么接下来一首也是我们新专辑的一首新歌《沉默》。OK， 那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没有就一起玩吧。
啊，非常感谢今天的你们过来，听说有一些师弟师妹们特地留下来看我们，有没有？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，从华光出去应该也有好几年的时间了。那么想告诉大家，我们小雨从未停止。接下来一首是我们还没有录在专辑里面的歌曲。那么我们是去年12月份，然后发行了我们的新专《繁华落尽》。那么接下来一首是新歌，是叫《梦》。就让大家做中国梦。少爷，这么多年没回华工，我想听一下华工的呐喊，大家听我一个撕心裂肺的呐喊，好吗？
那么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首歌，《叫暗夜之灵》，应该有很多老朋友应该听过。